要见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罗爱妮，我今年43岁，我结婚了，我还有一个小孩，我的身高157公分，我的体重81公斤，我信佛教，我不怕靠，我以前工作在台湾10年，跟工作在阿拉伯10年，照顾老人跟照顾小孩，我会扫地、倒地、当衣服、洗衣服，我会煮饭、煮稀饭、炒面、煎鱼、简单，我不吃猪肉，但是我会吃猪肉。我想工作在香港，因为我有赚钱给我的家庭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呆呆，再见，拜拜。